财团法人嘉义市私立收容育幼院历经五冬的筹备甲努力，重新开幕二至六岁幼儿家，十四号举办装修我家开幕仪式，以及一一一小假日成果发表会。市长欧敏辉参与开幼仪式，赞许收容育幼儿对安置儿少长期的关怀甲付出，并且递赠十七名义生2000元的春节红包，现场的气氛温馨闹热。该次收容育幼儿园经过五年的筹备，重新开幕两岁到六岁幼儿家园完成二小安置，十四号特别举办装修我家开幕仪式。该市长米辉也亲自到场参加，并递赠十七名义生2000元春节红包。市长米辉表示，收容育幼儿园85年成立以来，帮助过无数儿少，而每一位孩童拢会使健康成长，也感谢院长甲育幼儿园团队的付出。好多伫院内小朋友甲家庭中教养的囡仔同款，具有全人的发展甲竞争力。特别要感谢，从民国85年来，85年开始就秉持着真的照顾我们需要照顾的孩子们啊这样的用心，在历任的董事长跟所有董监事的努力，那我们现任陈金福陈董事长，也集结了我们现在董监事啊，还有所有的我们包括院长，包括我们民间的各个善心各个团体，大家一起来规划，一起来关怀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又重启了2到6岁的幼儿家，在原本有的男生家跟女生家，我想有这样的规划，里面再一次的做了最好的整理，每一个地方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尤其是我们公部门跟民间单位一起合作之下，董事长呢再由大家好好规划，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家的感觉，而这个家呢是经由设计的，让孩子自己规划独立的思考，他们要如何对于未来一整年，不但是个人，还有一个团队的梦想跟大家共同的努力。我觉得在这边孩子们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他们也跟大家都一样，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梦想，愿意不断的努力。那我想我们所有尽力，真的谢谢修园能够提供给孩子们进一步最专业最好那好的环境，让孩子在这边一起努力成长。收容育幼儿园成立27年，服务过449名义生，离建筑物也已经有30年。在中心筹备幼儿家园成立时，加强清明修缮甲老旧的进行，近2年的时间，只为了提供上好的服务给义生。幼儿园未来也秉持着身为云嘉南地区思想儿的梦想乐园的愿景，继续努力。新闻台民间七彩凤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